好勾，赶紧去啊！这波要打起来了，杀潘森呐、啊！那佛爷哥一击不无敌呀、啊！我操，这佛爷哥往哪踹呢？这走走走走走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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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我们什么事啊！快走。我们先吃一波中路的线，然后回上路啊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吃中路的线，我们上路血兵有点太亏了，知道吧？啊？哎，我们上来直接就升，哎，直接升了，起立，哎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平 A 起立，给我闪现，给我起立，刺儿，打不过，嗯。这怎么死的这？这什么伤害？狙狙好高啊！早知道我 Q 他一下了。护盾猛击吗？闪现留着过年吧，闪现。闪现就不闪了啊，闪就不闪。没关系。我还有技能，他已经没技能了。你们看着卡不卡现在？你们看着不卡就行。血肉之躯都必须被消灭。蓄力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蓄力，平 A， 那点燃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刺儿，他妈他没技能了。这边细节一点啊，怎么个细法，等到五分钟的时候再打爆破啊，哎，这就叫细节，正好吃他皮。先来个小日炎，对面的阵容打不动我们，为什么非得五分钟？因为五分钟防御塔护甲就会变低。蓄力，沉默，刺儿，走了，刺儿，蓄力，刺儿，
平 A， 平 A 刺儿，沉默刺儿，体力刺儿，平 A 闪现。体力来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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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体力没用走位。打这么疼吗？打了我200多。这潘森是辅助啊，你俩勾泰坦能勾着吗？哎呦，双飞呀，对面先吃塔皮吧。本来我寻思去打他们家一个红的，但是算了啊。吃塔皮了。还好，可以接受。这潘森干嘛呀？来回跑啊！啊！这都干什么呀？这不让人玩了是吧？是不是不让人玩了？我的老兄弟，游戏是这么玩的吗？压了，可是我差150啊！我把这多兰戒卖了吧，出个双火护身。体力，沉默，刺儿不行，这游戏实在是有点卡。沉默，刺儿，
体力，刺儿，刺儿。我真是佛了！啊，我真是佛了！佛爷哥呀，这就没办法了。干嘛呀？这攀神呢？漂亮！那佛爷哥骂人，骂什么人呢？真是的。那没办法，我只能跑啊，兄弟。那怎么办啊？那打不过，那我不能送吧？那你说你上了，我能怎么办？那打不过呀。这种时候不要意气用事，知道吧？我四个小兵，压了。哎，不用回家啊，再吃一波。不用管他啊，体力。还追呀？为啥还追呀？干嘛呀？啥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送人送到家，那也对，打吧。你打了我把这峡谷先锋吃了，我们还能攒一层。这佛爷哥咱也不起，我都得要着点走。啊？哎，你凭啥找我打呢，兄弟？你是凭啥找我打呢？还要给我三星战吕布？啊？你俩好使吗？啊？还跟我轮班打，这个打完那个打，俩人换着打。累死了。累死了，行，我们也六层了。
等十几秒吃他呀，那还吃，我就剩一身血了，我都打不过他俩，我这22，我现在要20222，那还行。回家出冰心儿，先来这个，再来这个，再来这个。反甲巨酒加个蓝盾吧，我看看蓝盾的被动跟冰心儿的被动是不是一个被动。主动坚如磐石，坚如磐石，那没用啊。那一样的被动。我是个精儿啊！差一层。石像鬼儿也行。蓄力，刺儿，残墨，刺儿，刺儿，为什么敢打我？为什么？来人了啊！三个人，我感觉我也不太怕。再见，神奇呀、啊！哎呀，疼！起立，速度大，漂亮！我给你打个跳弹走。完了，泰坦亚人没油了，帮不了你了，我的好兄弟。佛爷哥来了，佛爷哥！刺儿，刺儿。残墨起立刺儿，有伤害吗？那刚才吃女枪吃出来个盾弓，哎，我的头都要炸了，真的。还有女枪出盾弓这种东西，回家了，差100块钱，回家是傻子。别追了，先来个反甲，等我吃个人，好，这波全死了，我们马上到。几个人啊？2打5能打不？你有大没吧？起立，刺儿，残墨，刺儿，换，刺儿，起立，刺
沉默吃刺儿，体力刺儿，沉默刺儿，点盐。刺儿，沉默，体力，刺儿，刺儿，他不杀你，这不可能都。狂妄，啊，很狂妄，刺儿，刺儿，体力，刺儿，沉默，行给不打了，刺儿，刺儿。二沉默，起立，刺儿，刺儿，行了，平 A， 平 A， 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没大没蓝呐，升级呀、啊，让我吃一个。技能咱不放，刺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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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吃一个行不行？本来我以为这把我们是局外人，